第十一题，根据下列常见的离子表示法，请选出正确的化学式。化学式的写法是上学期教过的，而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正负离子的总电量要相同，所以电解质水溶液呈电中性。我们看到我们的镁是两个正，那么硫酸根是两个负，这样子呢，正负离子的总电量有相同，所以可以配在一起，所以呢 B 选项是对的。其他的选项它的正负离子的电量都没有一样，所以没有办法凑在一起，所以都是错的。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请选出正确的化学式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硫酸镁为 MgSO4。